好，所有铁粉网友大家好，我是徐亨，我是唐新奇，欢迎收看新亨秀。嗨，今天新亨秀到底要秀些什么呢？今天秀的就是好电影，就是要狂推分享。哎呀，又到了好电影了啊！这个我最期待这一个节目，真的哈、哦，这要好电影就要狂推分享第四哦哈，Park 四哈，这个 Park Four 第四集，为什么到第四呢？因为一二三四我们讲的非常精彩，今天讲第四集，第四集要今天要狂推的这个呢，可以说是大家几乎都看过，可是呢，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没看过，嗯，你们可以去回味一下，因为现在很多地方可以看到。这个三部经典的戏呢，真的值得你们再看，一看再看，我都看了二三十次了哈。二三十次，这每一部戏他们都有得奖，有没有这么多次？真的，我光其中一部戏就看了五六十次了。哦，哎，而且三部戏都有得奖，嗯，最佳导演、最佳剧情片、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通通都有得奖，得了很多奖。嗯，第一部，首先我们要介绍这一部呢，可以说是周润发的经典之作，那就是。英雄本色小马哥，哎呀，我的天哪！你有看过英雄本色吗？我看过国外的，没有吉布逊，对，没有吉布逊，因为那个苏格兰的那些，没有吉布逊是战争片，对，战争片，古装战争，然后里面的那个苏格兰风格的歌曲跟那个音乐，好民族风。哎，他那个是梅尔吉布逊，他自导自演，那很酷哎！他也是因为那部戏得了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超厉害的。嗯，还有最佳剧情片。嗯，那我们先讲的不是那一部，不是啊，我以为一样，因为一样的名字。英雄本色呢？说实在，这部戏呢，除了外国用英雄本色，很多戏都用英雄本色。对。但是我们小马哥周润发演的这个英雄本色，后来呢被翻拍了好几个版本。嗯。最后有一次最新的版本是这个由王大陆跟那个黄晓明。对，他们几位呢一起演出的，也是叫《英雄本色》。哦，这个戏真的是经典到不行啊！当初小马哥，周润发在里面有几句经典台词：“我失去的东西，无论如何要回来。”啊，他跟那个狄龙这样讲，嗯，他也跟他讲，狄龙是演豪哥嘛，豪哥，我等你三年，三年呐、啊，就等这一刻。啊，这个真的哈，好狠啊！他就是讲那个话，就是要告诉他，我三年，我就等这一刻，我就要复仇。这样的意思，对、嗯、我失去的东西，我无论如何一定要要回来，啊！你演一下。然后那个狄伦那时候讲，他被那个弟弟张国荣推到墙壁去的时候，你这个做老大，我就讲，我已经不做老大很久了。哎呦，这句话变成经典了。然后他在这个 pub 里面跟狄伦，还有李子雄他们几位嘛，哈、啊，他们讲话，他叼根烟，跟他讲说，讲到老大，别以为看几本黑社长的书就可以当老大。你试过被用枪指着头吗？没有吧？那音乐就下了，噔噔。哦。十三年前。嗯。跟你豪哥什么在讲、嗯？哇，那部戏那个镜头是也是真的是，哦，那里面很多经典的戏跟经典台词呢，到后来到现在很多人还一直记得。嗯。尤其他这个怎么在那个交易这个假钞的时候呢，那场戏其实安排的还蛮巧妙的。嗯。安排假钞的时候呢，周润发在后面跟两个老外在那边 ，Of course, why not? Of course, yeah, yeah, of course, 一直 Of course, 一直 Why not? 而且，那他这样讲，狄龙呢看他的表情，跟他回来开始验那假钞。我们那时候都会想说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哦，但是没有，他们出去走出去以后呢，他们俩在笑。嗯，他说你什么时候学会了讲英文呢？哈，什么时候英文讲得这么好？然后周润发讲 ，Of course, why not？ 就是讲，他其实他只是一个玩笑，说、你什么时候跟、老外会打英文、嗯？但是那个戏呢，他把它弄得还蛮悬疑的，在里面真的是好、哦，还有在那个最后面他要挑战那所有的人的时候，在宫庙里面叼个烟，他讲说啊，然后他说你信不信有神？然后我信，我就是神，神也是人，那怎么讲、嗯？哇，那个都是很经典的话，那个你没看过吗？你可以有机会去看《英雄本色》。我有想到另外一部戏，另外一部戏好像是李奥纳多演的，他是做假钞做的好像啊。那不是李奥纳多，不是李奥纳多，怎么知道是哪一部？没关系，但是那个画用画，他很会画、啊。那个是郭富城演的吧？不是，不知道是香港的吗？香港郭富城演的《无双》，他跟周润发一起演的。哦，那好、也不错看。
哎、欸，你不简单的哈，你真的不简单的哈，是不是？英雄本色呢，没有看过的人几乎都移民了哈。是这个，你既然没看过，没关系。那个假钞，因为你听到假钞，那叫无双哦。哎、欸，那部戏是郭富城，那好像很好看啊。跟周润发一起演的叫无双。嗯。哎、欸，他其实，在从头到尾是周那个郭富城一个人在幻想，幻想的另外一个角色就是周润发演的。嗯。哎、欸，那我说的英雄本色，有时候你有机会你可以看一看哈。好，再来我们讲第二部戏。第二部戏这个是经典之作，这部戏呢可以说经典到真的是连国外呢都来抄袭这部戏，也买他版权去那个。到底什么戏？来，我们马上先听。休假，亲爱的，好啊，哎啊，来来来啊，这个厉害了哈，这个只会唱庙会，唱唱看。休假，亲爱的，好啊。实在不应该，我爱你在心内，不敢讲出来，不敢予人知。想看卖，你想看卖，我对你怎样关怀？你的心，我也不是完全无了解。小姐，请你予我爱。什么事能歹势在心内？有你在身边，我的心就充满了爱的光彩。有了你的爱，我一生就沉醉在爱的世界。心在不应该，我爱你在心内，不敢讲出来，不敢予人知。想看卖，你想看卖，我对你怎样关怀？你的心，我也不是完全无了解。小姐，请你予我爱。生死难判死在心内，有你在身边，我的心就充满了爱的光彩。有了你的爱，我一生就沉醉在爱的世界。有你在身边，我的心就充满了爱的光彩。有了你的爱，我一生就沉醉在爱的世界。小姐，请你好爱、啊、这个谢谢谢谢。哎，这个歌还真好听的啊！啊，小姐，请你好爱啊，感谢。如果要做这个地位的人呢，眼睛没有非常厉害，没办法。那个就是赌神，嗯，赌神，你看判断能力，包括他的眼睛，到各方面是不是要很厉害？要很锐利，对不对？对，而且敏感度要很高。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奇怪？好电影就是要狂推分享，为什么大家都会觉得说我们都推荐，都推荐一些以前的一些经典的影片？嗯，是因为以前这些经典影片值得你一看再看，还有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呢，很多电影呢几乎都。大片没有上映，嗯，全部都是上映一些重播的啊。那我们也刚好利用这样的时间呢，告诉大家以前有很多经典影片，你们都值得去看。赌神周润发是他的巅峰，第三部巅峰代表之作。赌神已经没有人拍得比他好，也没有人演得比他好。赌神一二集完了以后，有赌圣、赌侠、赌什么挖沟，都通通都出来，赌霸什么都来了，嗯，赌侠。赌侠就是小刀，小刀就刘德华演的，啊，赌圣就是周星驰演的，嗯，后来有赌霸、赌什么、赌凤什么一大堆赌，都跟赌有关系，但是最经典的还是赌神，太经典。你有看过赌神吗？
当然是我，谁没看过？可赌神再没看过的话，就不是现代人了吧？看英雄本身是看国外的哈，没有吉卜逊的哈。对啊，赌神他在里面真的是他演那个演他演那个赌神哈，我觉得那个导演安排的也非常的巧妙哦，安排他先失忆，然后认识了那个刘德华、王祖贤哦，这非常棒的艺人，然后呢，从失忆中呢已经在。去搞了很多笑话，也在赌桌上很厉害，最后再回到了他已经清醒了，但是呢他还是假装不知道，然后呢他因为他要抓住内奸，内奸就是他演他的堂弟啊，内奸害死他的大嫂，所以他就要报复，报复是在船上那场戏啊，可以说是哎呀真是逆转胜啊，那部戏真的是拍得很经典，最后面逆转是说他用的东西呢是比他还更高级的，嗯，他用的是旧时，他用的是最新版，嗯，很非常高级，隐形眼镜，而且在里面周润发的一些动作、一些眼神，包括他摸戒指、吃巧克力，包括他讲出来的话、眼神，包括什么，哎呦，那真是传神到不得了。巧克力他就很那个啊，哎呀，那个时候大家都想说。要假装是赌神，对呀、啊，就是、都要吃巧克力啊！而且那个时候呢，你讲对了，大家几乎都拿巧克力，然后呢，这么大一个巧克力也在，喂，你起码先赌胖哟，啊，还在赌气啊！我觉得那阵子太多人都好喜欢去买巧克力、啊，而且那阵子呢，还特别喜欢流行什么穿风衣哦，对，有两个年代呢，三个年代大家最喜欢穿风衣，第一个许文强上海滩的时候，穿风衣戴帽子。白色的围领巾，你今天怎么也没有穿啊？对啊，第二英雄本色，小马哥穿风衣，哎呀，真帅翻了，吊个火柴棒，嗯，小马哥，嗯，对不对？第三个风衣就是现在这个赌神，嗯，风衣，噔噔噔，门打开走进来，哇，那个经典画面真的是。有多少多少戏都在模仿这个，周星驰也模仿这个，他是自己慢动作。自己慢动作了哈、哦，很棒。这是赌神，他的整个的那部戏，周星驰演的也很棒，真的。他演赌圣搓牌，很棒啊！那就是一样是很卖座哎。搓搓搓！各位观众，请看空心 S 一放，啊，怎么是大家红头二啊？对，差那么多、啊，变了，还没变回来，就他红心 S 是变到对方去了，啊，被他红头二拿回来了，变成他没有一条龙。他这边变成是，哎，一对赢他，哎，就这么厉害啊！那个就是我们赌神呢、啊，很厉害，眼神也好，他演那个搞笑的很搞笑，演那个很庄严的很庄严，演那个很帅气很帅气，演什么像什么。他那个厉害的时候啊，哎，要发威的时候啊，就是输那个网上输的那个油头、啊、油头。这也是很经典的哈、哦，对，很经典的一个画面。啊、好，在第三部戏呢，就是我们现在讲到的这一部戏呢，也是当年呢，在这个我们香港非常轰动的一部戏，轰动海内外，在台湾连续拍了三集。第一集拍完以后，它其实这个名字当初我们看得出来，这个名字好像是跟这个地藏菩萨的《地藏菩萨经》有点关系。后来真的是截取里面的三个字，变成这部戏的戏名。叫无间道哦，哎呀，没看到啊，啊，没看到的意思啊，无间道啊，无间道这个名字啊取得真是好，这取得地藏经里面其中的一个无间道。这部戏是讲卧底警察跟卧底在兄弟大哥旁边的警察啊，两个人之间的一个很巧妙的微妙安排。哇，这个戏也是经典到不行，这部戏也得了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什么得一大堆。我们现在推荐这三部戏，每一部戏都得了很多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什么，都得一大堆片，得一大堆奖，真的不简单。无间道你看过没有？就两个人在阳台上面的经典画面，哦，还有一个刘德华是演那个他小时候被曾志伟是演他们大哥嘛，把他送到警校去。然后长大来当卧底，有稍微看一下哦。那梁朝伟他本身是警察，他反而呢就是当人兄弟一样卧底在这个曾志伟身边，所以他们两个叠对叠，这上面真的是精彩到不得了。尤其刘德华演这个诠释这个角色，诠释非常的好。梁朝伟的眼神呢，他是眼神是会说话的，也演得非常好。曾志伟、
黄秋生，哇，那部戏结合了太多人一起演的，演那部戏《无间道》。《无间道》后来拍第二集，因为第一集太轰动了，就有第二集。嗯，有时候有些戏哈，拍第一集很棒，第二集未必很好。可是他第二集还是卖得很好，跟《赌神》一样，《英雄本色》也是拍了三四集啊，都卖得很不错啊。有些戏是第一集拍得很好，第二集不见得很好。那个《无间道》第二集也是很棒，但是有时候往往会有点遗憾。怎么遗憾呢？就是第一集呢，他已经主要角色死了，男主角死了，啊，没想到票房会卖得这么好，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来点回顾吧，回到以前番外篇，等于《无间道》之前面的故事，嗯，那怎么延续到那边？只能这样子。对，好，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拍电影有时候也没想到说这电影会卖座成这样啊，这个就是这三部戏的都是非常经典卖座的好戏哈。好，好电影就是要狂推分享，下一次我们到底要分享什么呢？看了就知道哈。哎，我们今天这个真的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如果说需要什么广告宣传，或是我们希望我们冠名植入的呢，可以私讯我们新奇 TV 的小编，我们会为你做最棒的安排，最棒的服务。现在就马上来替我们创作女神唐新奇为各位带来的重新来过精彩片段，请看。